我把那个风筝、扇子全卖光了，不知道价，瞎卖。 这儿十年的冤屈，全烟消云散了。我想明白了，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我想报我就报了。 再住这儿了，跟我回去。不不不，你就不替淑萍想想。我跟淑萍找了你一整天了。找不着挺好的，见不着面怎么都好，凑到一块儿去，你就跟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 我愿意，我可不愿意。这可不能听你的。你把虎子带好了就行了，不用管我。淑萍可是诚心诚意的。我谢谢他了，你们把日子过好了就行了。 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两天，我和他一起接你过去，啊。 铁龙山，爬高登，长坂坡，啊，三岔口，这记好。定军山，拜山。 狮子楼，那咱三天以后就按这单子走。我和虎子轮着走啊，咱们来一个仨月不翻台。对，行，没错。接下来什么呢？接下来是斩。驸马爷驾到，有什么吩咐您的？ 初六，袁大人府上有个喜庆事儿，想请马老板带着同进班儿出个堂会。哎呦，不行！看到了吗？广德楼这两天啊，都贴满了，去不了。您呐，另请高明吧。哼，袁大人点名专要听你的戏，这个面子可不小啊。 那当然了，内阁等李大臣要听我的戏，实在是抬举我。我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？不去。谁说不去了？去，等我们唱完这三七戏，一定去。董乐子，我跟马老板说话呢，有你插嘴的份吗？哟，对不住，您瞧我这嘴，就缺个把门的。老怕别人啊拿我当哑巴给卖了。
明儿我给你安个把门的。哟，那我先谢谢您了。马老板，要是老佛爷叫你进宫，你也推三阻四的？那是升平署操办的，我们都挂着弦儿呢。那是当差，不是堂会。你是不是觉得袁大人的刀没有老佛爷刀快呀？师父，不就出给堂会吗？干嘛不去啊？那要看他给多少银子了。虎子，你懂什么？哼，徒弟比师父懂。提银子就好，一千两千随你们要。师父，两千银子，我抽你！我是先礼后兵。别说我不给你面子，你把面子给足了，我们也不能失礼，不是？牢牢的，摆队送驸马呀！好嘞！请吧。可来了，你额娘呢？我也找她呢，以为她来摆摊儿。没有啊，肯定是躲了。躲了？那也应该跟我说一声，这上哪儿找去？慢慢再找吧。虎子，你先跟我们住一块儿吧，啊？各位，有两个革命党跑进来了，这台上台下的都要搜一搜，不是革命党的，再查一个放出去一个。喂喂喂喂喂，你这是来搅戏来了你？走走走，快点！初六堂会你去不去？不去。明儿我还来抓。接着唱吧，查完了。唱什么呀？听戏的都让你轰跑了，自个儿唱着玩呗。撤。明天跟班里商量一下，散摊子吧，各谋出路。不唱戏了？不唱了，咱干点别的。不是梨园行，咱也出不着堂会。那我这辈子可真就离开戏台了。看看再说吧。你没听天龙说吗？大清朝快完了，那袁世凯也完了。那还用说呀？咱印鼎肯定不是个事儿。大清朝赶快完了吧！什么玩意儿啊！大伙儿呢？都看到了，这戏啊没法唱。各谋出路呢是暂时的啊。有什么困难，大家都体谅体谅，体谅体谅啊！哎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！好家伙，
天天的大兵上台来搅和，受得了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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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么定了啊！班里观众的银子呢，全部分给大伙儿。有什么困难，大家互相帮衬着点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驸马爷驾到。马小天儿，今儿可是初六。初六怎么了？拿我的话不当回事儿是吧？哼，您说什么了？不就是初堂会那码子事儿吗？这事儿还小吗？去不了。我们同庆班啊，散班子了，各谋出路。大家伙儿，赶紧回家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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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，今儿有谁能走出这屋一步？同庆班没了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，请别的班成吗？你今后不唱了，改了行了。佩服。可这话我说给袁大人听，他信吗？你得亲自跟他说去。走。我说得着吗？我。那由不得你。来人。走。带走。干什么？是，大伙儿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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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伙儿听我说，我跟他们走，你们大伙儿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师傅，快走，师傅，师傅，完了完了，王老板，走，放开他呀，小天儿，讲不讲理呀？谁也别想回家，告诉你们，把所有唱戏的东西给我收拾好了，到袁府待命。你们还讲不讲理啊？讲你们到底讲不讲理啊？讲不讲理啊？讲不讲理啊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带走，走。马老板，不唱是吧？不唱。本来也没想叫你唱。那你把我们弄来干什么？谈谈心嘛。老佛爷在，那是你的天下；老佛爷不在了，你知道是谁的天下？那也不是你的天下，那是宣统皇上的天下。六岁的皇帝知道什么叫天下？我告诉你，是袁大人的天下。哼，我算看出来，老佛爷在的时候，怎么没把你们都给宰了呢？就是因为老佛爷爱听戏，所以才把你们这帮戏子给惯的是胡作非为。你随意抓人、绑人、胁迫唱戏，这才叫胡作非为呢。这你可挡不住。袁大人正和革命党谈判呢。哎，又要改朝换代了。慕容，说那么多废话干嘛？想把我们怎么着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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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儿还有一位乐子大人。哼，甭跟我这儿耍嘴皮子，你不是个儿。我甘拜下风。
正如你所说，吴丑讲究的是一口嘎嘣脆的金白。甘拜下风，就闭上你的臭嘴，去去去去去，叫你们元旦来。你配吗？还记得我在宫门口怎么跟你说的？有朝一日落到我手里，怎么来着？哼，这不是人话，我一向不记。嘴硬没好处。我给你提个醒，我说我会叫你说不出话来。慕容寿，不就是一刀吗？来吧，老子不怕。想死啊？没那么容易。那天你怎么说的来着？哑巴好，祸从口出，说不了话呀，我免灾免祸了。好，那我今儿就给你免灾免祸。把他舌头给我拉喽。慕容寿，王八蛋，有什么仇冲我来。王八蛋，正义。老子，畜生。现在轮到你了，这笔账该怎么算呢？听说你在上海把腿摔折了，没接好，自己砸断了又重新接，是吗？折两回了，咱事不过三，好不好？两条腿一块来。您这回再折一次，再也甭想接上了。慕容寿，我咋？告诉你们啊，今儿堂会没你们什么事儿，我们早请了四合班了。嗯，这倒霉的事儿，你们不是散班了吗？啊，那还叫来干嘛？这怎么回事？班子既然都散了，还演什么戏呀？箱子留下，滚，把他们押出去。叫经理，大人，大人，就是啊，大人，走，走，我不是同庆班的，我是四合班的。快走，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快走，我到同庆班串个门。快走。叫你们一块儿给抓来了，对，前面都开锣了，你还在这儿待着？我哪敢说呀，这要误了元大人听戏，那不等着挨骂吗？误了戏，先打你个半死儿！哎哎，还不快去！哎哎，嘿，回来啊，这边。哦，哎哎哎。
这。马老板不是要改行吗？成全你们，今后就不用上台唱戏了。顾荣寿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刘淑萍，其实我俩都是同病相怜，不一样的是，你可以忍受你的丈夫在外边有一个野女人，可我不能忍受我的老婆在外边有个私孩子。咱们不一样的是，我没有你那样的蛇蝎心肠。无毒不丈夫。这儿就是你们两口子的家了。生老病死、冻饿伤残，全凭天意。马啸天在哪儿？别急，住在这儿。一不许下山，二不许进城，三不许见人。你的一举一动都有咱老铁头看着呢。老铁头，给我看好了，他们死了你只管埋，别的都不用你操心。走了，刘淑萍，能不能活下来，看你的本事了。我得下山去弄点吃的，弄点药。咱们身无分文，还有人看着，你怎么出去？不就一老铁头吗？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他是慕容寿的打手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茬子。小天儿，老铁头又送东西来了，是吗？这冬天啊，咱不至于冻死、饿死了。来，带上。别盖了，把那棍子给我。
你呀，就知道你那棍子。来来来，给。我呀，得练出一手绝活，听戏的一定喜欢。你呀，真是戏大如天。 不行，得请医买药，你这腿得治。我现在就下山去。哎，你这下山要是碰见慕容寿他们的人，你就没命了。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啊！这些年啊，我也历练出来了。还请医买药呢？身无分文，饭都吃不上。我这有点儿，虽说不多，但过这种日子还凑合。我走了。啊，那你小心点吧。 老铁头，进屋吧。老铁头，谢谢你。你干嘛老不说话呀？进来坐吧。你不用老这么偷偷摸摸的送东西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 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就死了。马啸天儿，闪开了，还活着呢。 日子过得不错呀，有吃有喝的，这是有人关照你们了。没人关照就不活了。马啸天，你要是能活过这个冬天，开了春儿，我亲自带着八抬大轿抬你进城。 这是正骨丸、大活络丹，这些都是治疗跌打损伤的草药。没用，瞎花钱。我这腿啊，治不好了。这药得熬，有熬药的药调子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我上老铁头去问问，看他有没有。
我找了两三个大夫，没人敢上来。什么药啊，还吹起来？嗯，给我看看。没你没用的药，不许问。老铁头，老铁头，老铁头。洗什么澡啊？我要洗澡。这不行，你要洗澡的话也得等淑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等不及了，我要洗澡。什么就等不及了？整整十二年了。烧糊涂了？什么十二年了？我要洗澡，洗澡，我要洗澡。好好好好好，洗澡洗澡。哎呀，就洗洗，我得给你烧水，我得把漏的地方给你堵一堵。怎么回事儿？这是，那个小婷要洗澡，我说等你回来吧，他非要，怕我不乐意啊？我还没混到这地步，你再这样我跟你急啊！弄到面吃了，啊，快吃面吧，来来来。真有面吃 啊！碰到一好人家了，就这么点白面都给咱们了，我给你热热啊！来不及了，哎呀，凉的，快给我！哎呀，爸，给。哎呀，筷子，这儿。
过生日了。你们俩都怀孕了，五个月了。你们俩过来，来。一块儿说，说，好好活着，活着，连说三遍，说，好好活着，好好活
活着，好好活着。都死了，可是还有没生出来的。笑笑笑天儿，小盖笑天儿，好好活着。斩了6名逆党。